中山。早起八点外，这名国中三年级的学生，在老师的陪伴下，骑向后尾的高铁直顶区。在这个所在，管护营举办了新年类的活动。希望我们的小朋友、我们的同学，透过今天的活动，我们登大人以后，我们就要有社会的责任。我们结合了三个地区的，比如我们斗南、湖尾还有西罗地区一起骑到龙柏，那又结合五四嘉年华，一起在那边办一个活动。25号这一天，除了三个乡镇的学生共同参与新年类的仪式以外，文昌国中也带着学生到竹子资源回收站去体验不同款的新年类活动。先由慈济的师兄帮他们引导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环保的概念。之后，我们透过实际体验的过程，再来让孩子去了解为什么我们这个环保教育是这么的重要。就因为地球现在温室效应比较严重，然后这样就可以减少温室效应，然后好像就是地球会变得比较干净。注重环境教育的完整过程，透过骑车过程的参访，让学生亲身体验到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。在新年的路上，学生也有各自的感受。这样可以跟同学度过最后一次那个，在可能最后一起这样子一起出游，可以锻炼身体，又可以完成成年礼。嗯，校长为学生囡仔戴上头巾，表示因伫鼓励上已经新年了，为家己的行为负责，就是这场活动要传达给所有学生上重要的意义。记者王真心、林依林采访报道。